我哋而家喺一座好特别嘅山，因为呢度系观音嘅家。观音是一位充满爱和怜悯的菩萨。山顶上面有水流落嚟。涓涓水流汇成一条溪，溪水急速地穿过森林，森林里面长满了树木，在风中的树叶沙沙作响。雀仔在枝上飞来飞去，一边飞一边唱。看看溪水滋养住所有的植物，滋养住每棵树的根。看看溪水一路流落嚟，最后流入石头小池里面。石头小池是很多小动物的家。大家快乐地住在那里，互相照顾。蟹、蝦、蜗牛，蜘蛛、蜻蜓，海草、青苔和蕨类植物，你们看，还有一条小鱼，
小动物的生活充满喜悦。他们最喜欢玩游戏。观音落山，看见小动物他们在这玩，就被他们的喜悦所吸引住了。有一日，乌龟提议大家玩水底寻宝的游戏。乌龟大嗌：大家一起潜下去，收集水底的鹅卵石。但是青蛙有另外一个想法，它要玩跳飞机。大家一起在所有石头上来回跳，来回跳。青蛙大叫住。小蝦子亦都有自己嘅諗法，佢要玩紅綠燈。玩我嘅，玩我嘅，我會盡力捉到你。小蝦子大嗌。但是这些小动物没办法决定玩哪一个游戏。他们就用包、剪、揼来决定。包、剪、揼。因为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只达成共识，他们就开始喊起上来。但是喊交只会令他们发脾气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又喊又叫。吼叫只有令他们喊得更厉害。在没人能够阻止他们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开始打起上来。Thank you.
地打打打打。打到大家都筋疲力倦啦。佢哋大家都唔再讲嘢啦。观音好难过，见到佢心爱嘅小动物们变到咁愤怒。佢唔忍心再睇落去，观音就离开佢哋，隐退到山顶上面。大自然亦都仿佛被捉牢了。溪水越流越慢，一直到溪水完全停止地流下来。啊，天啊！小鱼心谂，我的朋友大家都不再倾偈，而家溪水亦都不再流落嚟。冇水，我哋惨啦！果然冇新鲜嘅水流，石头小池嘅水开始变污糟。海草、青苔、蕨类和其他植物都开始枯萎，变成褐色。叶子从树上落下，花垂下头，失去香味。小动物们一个接住一个地开始生病。Thank you.
心谂：我应该点样帮我嘅朋友呢？我一定要找到溪水不流落嚟嘅原因。我必须去山顶。我听讲，慈悲嘅观音菩萨会帮助所有向佢祈求嘅人。小鱼准备自己要跳的一大步，跳出石头小池，向山上去。他用尽全身的力量向上跳起。但是他撞到石头，碌落水池里面。日子不断地流逝，有一日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，小鱼开始感觉他永远都做不到。即使是这样，小鱼相信一定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，只要我能够见到观音。同时，观音在山顶看到，他看到小鱼这么努力，他就越来越同情小鱼。观音许了一个愿，就是在这个完全绝望的时刻，小鱼决定最后一搏。他集中所有的意志和力量，奋力地飞扬。向上，再向上，看看，他还不停地继续。他跳过池岸，向上游，通过森林，看看，小鱼有了变化了。
佢嘅身体开始延长。而家佢睇起嚟好似一条蛇。佢嘅身体开始扩展，佢有咗胡须同鬃毛，好似狮子咁。从佢嘅身体生出爪，又尖又长。小鱼，小鱼，小鱼变成一条龙。神奇了，他感受到无比的力量。现在这条龙飞过森林，看看龙喷火了。好多植物和灌木都着火了。吓到森林里面所有的动物都四处跑。Look at me now. Look how big and strong I am. 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想起他在石头小池的朋友们。他抬头望向山顶，比以往更加坚定地要找到观音。当他接近山顶的时候，这条龙听到微微的歌声。他开始慢下来，变得安静，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更加清楚。这个是他听过最甜美、最动人的声音。小鱼，小鱼，你曾经好可爱又温柔，现在你这么狂暴，吓亲大家了。难道你不记得你是谁吗？
当佢听到呢条龙嘅内在开始有咗新嘅变化，有啲陌生，有啲奇妙。佢嘅身体开始颤抖，佢嘅心开始融化。一种从未感受过嘅爱充满咗佢，泪水填满佢嘅眼睛，从佢嘅脸颊滴落嚟，流到地上。而家佢开始有啲变化，呢条龙开始缩细，佢嘅身体越嚟越短，佢嘅头越嚟越细。呢条龙不断咁移动，泪水不断咁流落嚟。到达咗山顶，佢睇到观音企咗喺嗰度。佢游向观音，就喺佢达到观音嘅脚旁边嘅时候，佢变到好细，佢又系嗰一条小鱼啦。小鱼瞓喺观音嘅脚边，好攰，但系好满足。佢放低佢剩余嘅骄傲，而家佢感受到好多好多嘅爱。小雨融入观音，成为咗佢嘅一部分。龙流落嚟嘅泪珠涌流到大地上，已经变成涓涓水流，成为一条溪。流过森林，向下，再向下，流入石头小池里面。睇到流动嘅溪水，所有嘅小动物都感到无比嘅安慰。干净的水
开始医治他们的病。为他们带回熟悉的快乐。现在观音被他们的喜悦所吸引住，再度落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观音不再隐身，他加入小动物的游戏。小动物们互相承诺，永远不再嗌交。承诺将会永远互相照顾。小动物们不禁咁问，小雨在哪里啊？现在小雨住在观音的内心深处，透过观音的眼睛看着她的朋友们。